哎呀，你今儿穿这么正式啊，自带 BGM 的，我们去摘桃花吧。王夏一站，谢谢张琪，这个还挺好看的哈。来这位女士，您看一眼这产品怎么样？好了，老板买了，你又买啥了？买一个这个，好，可以的，是吧？多少钱？500。两百。哈哈哈哈哈！后期大字幕砍价，砍价，砍价。咱都是西安人。哎呀，你咋那西安人？你不要这个样子。那你选算不算？你看吧，没选。我现在在化妆间这样的，化妆师，拍不到你们。现在那个基本画完了，要出发了。现在已经是11:30了啊，我得赶紧走了，因为据说这会儿还挺堵车的。那我们就去798吧。哎，我这脑子又在动神儿了。我们就开始吧。嗯。大美女闫妮，走。咱俩先去逛窗帘店哈。啊。你比较熟是吧？这儿。我没来过。我以为你特熟，在这儿买的。他们给我介绍的，我还没有来过。我们的面料都在这里。整个这边全都是。你行吗？这么选？这个我选不了，我也是。你们家什么风格？我们的风格美式、欧式、乡村什么宫廷什么？我有一个那个什么，我有一个那个，这叫啥了？那个效果图，效果图是不是可以看一下？可以随便揪一个来看。对对对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你这太多了。你们家的窗帘贵不贵呀？肯定贵，这一看就很好啊。识货。反正你如果你喜欢的，一定是不便宜的。这是我历来的一个发现，对对，但我感觉这个还后有这都很好，对，是吧？这都这个感觉挺好的。然后还有一些有图案的，这是纱帘，对，这是布帘。天，这会悬死的，我觉得。对呀、你不是你家也要悬吗？我家已经很久很久了，主要特别懒，因为选的过程太痛苦了。这个是一些有图案的，然后它上面可以做一些靠包，可以做一些窗帘。这太厚了，这窗帘。对对对，这是一些家具面料，可以做一些包括搭毯，这也很好看。啥叫搭毯呀？就是你特别随意的，对对对，放在沙发上、床边，精益床边，对对对对对。咦，哎，我觉得这搭毯还挺好看的。是吗？假装随意。我喜欢这种感觉，有点柔软。我明白你喜欢的。我喜欢那个垂感的那种窗帘。这两个颜色你喜欢哪一个？我感觉我喜欢这个。哦，直觉呢？那看你们家的那个整个的色调是啥样啊？那色调啥样呢？我也不懂这些。啊，还有整个色调呢？那比如你的墙什么颜色？墙你的那个家具大概什么颜色？我觉得偏这个比较好，但是不是应该比这浅一点啊？这种质感的。但是我自己可能会喜欢就看这种的。我看这是不是特别贵？没有。这是一个英国品牌的，它的性价比稍微高一些。还没选呢都晕了。你们这也不给人喝个水？有水有水，给您提前已经准备了。你买了才给你水喝。这边有茶。感觉他家还挺有感觉的。是啊。他家桌子上。是啊。你这桌子是？这个是我特别设计的，它是用钢架然后浇筑的水泥。实际上俯瞰的话，这是一个798的一个地图。你说哪个是这个？对，这整张。这个桌子是有八地图吗？对对对对。这谁设计的呀？就是老板。你们老板长啥样？他没在。男的女的？男的。帅不帅？帅。你问这么多干嘛？你想知道什么？来，干了。你还在找你那个？我在找那个，这叫啥？效果图是吧？效果图啊。请问这个效果图在哪儿？
发一个效果图看一眼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个特好看哈。就这两个，你觉得哪个好看？这两个。如果一比的话，我是基本会倾向于浅一点的。这个哈。我也觉得。哎，你们浅一点比较好配。这样。我们英国的这个就是有一些图案的，然后包括这里边也是单色淡一点的，然后带一些肌理感。哦，我好像不喜欢这个。这是一个西班牙的一个品牌。嗯，西班牙的应该便宜点吧？嗯，比英国的能便宜点。你咋知道？你咋知道？我这感觉。那这是咋算呢？这是按米算的吗？差不多，盐米。那这是这一米盐米多少钱？假如这个，大概如果给您打一个亲情价，应该在1000多块钱一米。那一个窗帘要几米啊？按正常3米窗户来算，然后3米高的话，差不多20米这样。20米？那假如就这一个窗，就这么大一个窗帘要多少钱？差不多，也就是刚才跟您说的20米左右。但是我们也有其他的品牌可以便宜一点，包括比如西班牙就会便宜一点啊。不要讲。哦，贵了。对，有点贵。贵了。这是哪个国家的呀？这个是法国的。这个贵吗？我咋老问价钱，这样不好。因为我这个同那一只抠门到现在不好。这个我会给您一个综合的一个折扣和性最好的性价比。这个太融了吧，我觉得。你看看，我大概就是这样的，一个小的房子是这种感觉的，极简的。极简的这种的，那你就感觉这种的应该选什么样的？我建议还是您喜欢的那种绒布。哪一个？就这个吗？灰，对。那这个下次偷摸再谈价钱吧，现在在这老砍价好像不太好。没事，后期大字幕砍价。砍价砍价，太阳都落下山了，我们还没砍完。还没选完呢。然后。茶喝了好多，哎，这人咋老不见了？他光你找我再给你找其他的。说啥呢？性价比超高，超高，超高。咱们说多少钱？500。200。够狠的你！我就要这性价比高的。对啊，那你说这个国产做出来质感非常好的。对，你看这个就很好。这个比如这个多少钱？大概300多块钱。看，你看我说的，哎，300，就它了。你觉得我选这个咋样？没问题。跟你衣服还有点像，你真干脆啊！你这么快就选完了。这是还有啥呢？这是马上就选完了。你这又便宜又好。风格好。要不要看纱脸？纱脸，咱还有纱脸。纱脸什么送？你可以的。咱都是西安人。哎呀，你咋这个西安人？不要这个样子。你西安啥地方的？西安西高县的。咦，你咋跑这儿来了？大工人。大工人。那你说算不算？你给你看看。没事。呀，这个纱脸好看的。对对对。快，纱脸也是那个叫什么性价比？就对对，就国产的吧。这个是希腊的一个。希腊。哎，希腊的可以，400%。哎，希腊的好哎。希腊的好哈，听你的。都挺好。你叫个啥名字？啊，你叫个啥名字？阿鲁。阿鲁。阿鲁。你姓鲁是吧？不是，我姓杜。他咋不叫阿杜呢？他不叫阿杜。哎，希腊就挺好的。阿杜路，你俩叫个这名字呀？哎，那有没有希腊的？就外面的那层帘儿？有。哦，给我看看。我觉得希腊的好。将来给你，我将来就选希腊的外层帘儿。就希腊的这个真的很好。你觉得哪一个好呀？就是它，因为我喜欢这种白的纱的那种东西。我也是。它这个就很好看。因为你不觉得看那个希腊的什么什么什么电影里面，他们穿那种白衬衫，就那感觉都很好看吗？所以我一直觉得，对对对，很好。那你说，假如说这里面的几个，你觉得哪个好看？纱帘肯定要垂感特别那什么的。嗯。平常就弄一个纱帘，就又能够挡住有私密感，但是又有还不太遮光那种的。这个呢？这可以，就垂感好一点的，我觉得。哎，这纱帘以你们这个，以你的这个审美，你觉得哪个纱帘好呀？你可以选一个那个，加钱也可以。我觉得垂感要好的，应该白色吧？对，我觉得白色比较好。像这款纱帘就不错，也是希腊的这个品牌。啊，这真好看。对，这好。它颜色没有那么白。这多少钱？大概就是400-500块钱。这400-500还到五了？哎，我觉得希腊的好。啊？我真觉得希腊的好。希腊哪个好呀？没有，这都挺好的。真的。那我也选希腊了，我真自己也没主意。这个是他们家的外脸，这来了，还有这一堆。是你觉得这个好呀？我觉得，哎，我反正挺喜欢的。你喜欢这个？对，因为它本质上没有特别大的差别。
这些都很棒哎，因为我喜欢这种垂感特别，它垂感真挺好，都可以当围巾，你不觉得吗？我觉得这个颜色好，还这个颜色。这俩有区别吗？这里有区别，这个好。那我喜欢稍微白一点的、这个啊。喜欢白的。嗯。那我也喜欢白的。我觉得这个挺好，这都挺不错的，嗯。然后这是也是个绒布，白、嗯，这也是他们家的这个十二点。那假如说，这个上面会有一些几何图案。更有趣一些。嗯，我喜欢那种的。要是我买，我会买那种的。是啊，对，那有眼光。呀，那我还想说别的，不敢说了。嗨，那你就是比如说咱们纱帘配这个，嗯，然后咱们不是那个图一说还是那个希腊的好，希腊的那个。因为我觉得真的希腊的东西挺好的，性价比真的很好。希腊外面的帘哪个好呀？厚一点的就可以。对对对，嗯，这是外面的。然后像你可以这么搭配。啊。布帘咱们就用国产的，性价比好的，稍微它有一点灰度，然后纱帘呢我们这么配，这样子就会有一些层次感。对，其实布帘你也只是晚上在家的时候才用，白天它是要竖在两边，要有越有垂感越好。嗯，但我就说假如说那个卧室的那个纱帘可以要一个别的颜色，就是让它那个什么一点，活泼一点。那你刚才不是有一个那别的纱帘，你再给看一下吗？我现在用的那个纱帘是有颜色的，有颜色的。对，因为我里面的那个窗帘是偏白的，然后白天时候我就拉一个，就有点偏红的，但是纱帘也还可以。但其实仔细看，还这两个挺好看的。对啊，对，我觉得真的还挺好的。哎呀，你们家窗帘挺好，我将来还到你们家订窗帘啊、哦。一定啊、哦，一定。嗯。比如说我这样搭配，我们这一度灰色就是不那么深的。这个衣服也很友好，嗯，就很现代。这里是哪个国家的呀？西班牙的那个。西班牙的，嗯，对，还是，嗯，耗着你。聊咋了？嗯，耗着你。仔细看还是不错的，嗯。那要不现在放个玩八千的在这儿？这。把手机扔了。你又买啥了？买一个这个。好，可以的。是吧？买家一定要这样拎走。对。是吧？拎走吧，你们两个拎走。别，不合适。能不能拎走？不能。我赶紧问一下那尺寸是什么，要不要交个定金什么的？哎呀，交定金可以啊，你快赶紧给便宜。风格是可以的，赶紧给便宜，快点。你们俩风格快点便宜，就这俩多少？怎么便宜？我问问他窗帘的尺寸。对，那要不现在放个量一下尺寸，放个玩八千的在这儿。这，把手机扔了，放空。那个金子，我现在想订个窗帘，你帮我把那个窗帘的尺寸发一个过来，好吧？这能拍张照片吗？可以啊，他啥都得问。我也 拍一个啊。那其实我一共就两个窗户，其实你就让两个窗户都要一样的就行了，对，不要再变化了，对吧？对变化对，你觉得这真的最好？真的，没有别的选择。我保证，错了您来找我。你是觉得所有的房间一样的好呀？一样。因为实际上窗帘这两年不像以前，客户总会要求我窗帘一定要有多炫多夸张，现在实际上就是让它垂感好质感好，安安静静的当一个背景。其实现在重在于家里的主人跟主人有品观的有品位的一些家饰。但如果它两个窗户的话，就你差不多可以一样。如果你比如说它如果房间多一点，窗户多的话，可以颜色上有一些变化，还是要根据房间内的家具来走这个变化。那你说现在这个颜色是发什么？假如说我想要一点那种灰，浅灰，就是发灰。嗯，浅灰。那要是再有点那种怎么说呢？豆沙色的那种呢？发豆沙色红一点的呢？红？不是红，说错了。哪个叫豆沙色？这个叫豆沙色呀？每个人理解的。就类似这种颜色，发黄，说错了，发黄。现在其实不建议您用这种黄色，就出来整片，您可能看一小块觉得还好，大片一出来一整面黄。就好看。嗯，我听你的，你最懂了。那就这西班牙是吧？对，西班牙和希腊，嗯，都西。对，你也是西安的，都是的。对，你们西安的就买西班牙和希腊的可以。对，回去合格，把包洗翻。哎，全是西的。发过来了。哎，是这样，那个窗帘现在我们的，今天美在那边，我不是等11号在那边的话，他能给你。
现在要一个准确尺寸的话，可能现在给不了。那是不是得你们去量尺寸呀？对，那你们去量，对吧？可以啊，他只要把你的那个就是墙的那个什么长宽，对，差不多。还有一点我不懂，比如说你这个是这么宽，但你的窗户只是这么占这么多吗？那你窗帘是要遮住整面墙，还只是遮住整个窗户就可以了？整面墙，整面墙，对。哦，你就为了多卖点，你就把整面墙遮住了啊、嗯哦？高级，高级都是这么来的。嗯，就他了，别看花眼了。好，可以。我这人一看东西，你买东西就是特别男人的那种买东西的。不是，我老爱看花眼。我这人总是我一看花眼就还好，你懂。我不懂，我只是、那个、你说的特别好，我现在越看你觉得越好看，越来越好看。跟您的衣服颜色也很搭。你把那个电话得留一个，我让他到时候来那个什么，来直接找你就行了。行，好。杜鲁，西安的，你们家这个家具也挺好看的，都。对。都是一些老物件。这沙发是老物件。也是。这个也是。对。这敢坐吗？这个是，哎，这个是啥呢？也是，也是，这些都是，除了地毯不是。哦，他这沙发，你觉得一下坐着，让你一下这个人特别有姿态，挺是吗？哎，特挺，你那也特挺哈。这个还好，这个但是它有点，这好看，但其实有点扎。这个对，实际上像这样的椅子呢，实际上就摆到家里当装饰，不是坐的呀。嗯，对。这个关键它搭的特别好，这个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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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，你们老板真的是还是挺。这挺好看。哎，他你看这几个也好看。这个是个啥呀？这个就是一个桌子，青铜的。青铜的。这个。看这个。我喜欢这个。对，那个坐上去搭一下就挺起来了哈，特别贵族的那种感觉。哎，你家这个壁炉还挺有意思的哈。哎，你看他这还有好多这缝纫机哈。缝纫机也是老物件。咱这缝纫机还能踩吗？不能，装饰。装饰。哎呀呀，逛的老开心了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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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再来哦，再来，再来，肯定来。要不要泡糖？你到时候打个电话给我。好，拜拜，再见，再见，拜拜。这是啥？这是个地毯。哦，你还要买地毯？对，在马扎那儿坐着晒太阳的马扎是小时候老用。欢迎马扎晒太阳，这是我们月球表面的这个地毯。这可以踩吗？可以。哦，我们小时候的马扎都是那种，对，就是上面是那种像什么袋子似的，绿色的是吧？我记得，然后没有那么高，小时候的马扎。哎，这还挺舒服的。对，这个一般是放在门厅啊，或者放在车的后备箱，可以出去那到野外的时候可以拿出来，还有门厅换鞋的时候，容易收纳。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这样的产品，而且挺环保的，挺那个，这个特别酷，就这种有点立体的感觉。旅行的地毯。这个都是挂毯，这可以有可以摸吗？这个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。不仅摸，其实这个地毯它有它的功能性，就是铺在地上踩。铺在地上的。对，这个就是铺在地上踩。当然有一些人也会把它做艺术挂毯来用。这做挂毯其实挺好的。对，很漂亮。看着有点晕。对，我说，看着就睡着了。这些都是艺术家黄志扬的作品。其实大部分你们看到的这个东西都是可以用的。闫妮，你看到的这个，它是我们的荷兰设计师设计的屏风。嗯。这个屏风的系列叫汉服，它其实你们可以看到。我那是两个袖子。哎，你过去试一下。对，这个就两袖清风。对对。那你要这样。明白了吧？对。对对对对对。两袖清风搭出来。这个袖子嘛，这种感觉对吧？像这些家具都是博物馆收藏级别的家具，这些创作。这个叫。对，它是一个 recycle 的一个概念。它其实就是我们设计师呢，它主要有些时候是两种，一种是实用型的设计，还有一种是创新和概念型的。表达型。它表达型的，表达价值观就是要 recycle。什么价值观？价值观就是环保、回收利用，这些全是废弃的衣物。就你家里头，你不是都有很多衣橱里头有很多衣物是不穿的吗？那这个时候把它回收回来，重新通过那个设计，然后通过工艺的这个加工，就可以。变成一件新的物品，对物质的不屑呗，我觉得是吧？对对对对对，对。特别像那个背包那种。对。所以它就是很不一样。这都是那个特别晕的系列。对，这个是网。但还挺好看的。对，卖得很好的。对。啊，
谢谢，谢谢啊，老板，拜拜。真好，拜拜。哎呦，晒太阳，这真是小时候晒太阳，这个是小时候的高度。对。马甲一定要这样拎走。对。是吧？拎走吧，你们两个拎走。别，不合适。能不能拎走？不能。好吧。下次再来啊，赵琦，拜拜，拜拜。你这是什么好玩的东西？对。哦，这个他们家餐具我看到过，我曾经还推荐过一个朋友买过。真的？啊，像一带一路一样的。你说特别对，那种融合，对吧？好的。我就觉得这两个好看，刚才你拿在手上，我觉得好看。嗯。来，这样，您再看一眼。来，这位女士，您看一眼，这场景怎么样？好好看呀。好了，老板买了。好嘞。来。老板，你给我拿新的。好，稍等。好嘞，就他俩，还有今天拿钱包了。其实我也爱买，是什么呀？特别像小时候那个拧的那个气球那东西。行了，那个让他们付钱了吧，你们咱们就往下一站。往下一站。谢谢张琦带着。这个还挺好看的哈。我发现我做导购是可以的，会的是做销售，我觉得我的业绩会不错。闫妮儿该走了，红的和黄的。这两个提气，你又买啥了？买一个这个，好，可以的，是吧？我觉得他们家的窗帘真好看，还像窗帘呢，还想呢。哦，那是小柯剧场。对，小柯去看樱花了。呵，这么有情调呢，都。放个音乐。哎呀，放音乐的歌啊。这个怎么读？Jealous guy 就嫉妒的人。啊，你还挺诗情画意的，弄的音乐还自个儿 BGM 一下，自带 BGM 的。难得北京有春天的感觉，太特别短，北京春天太短了。桃花是什么样子的？不知道，我对于这个桃花在哪儿呢？是不是周围都有好多桃花？我们去摘桃花吧。哎，那个就是桃花。我们去说可以带来桃花运。不是桃花。那个也不是。也不是玉兰花。Oh no！ 这桃花，闫妮要的。闫妮，桃花啊，桃花啊，桃花啊。张嘉怡送她女儿去上学，然后旁边同学问说：“可爱，说那他们说你爸是个老明星是吗？”可爱说：“对，可老可老了。”我不要，太贵了。你们家是什么牌子呀？咋这么贵？13800。我已经不敢说话了。13800。1300。1300，这么便宜。眼镜太贵。好，我就买了，我带走了啊，但是真好看。你给倒出来就行。你这神经拔出来。摆好不好？哎呀妈呀！你看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整坏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在这监控录像里看，还挺好看，你看。那个是打卡机。打卡机。